一桌子全是加隆轻工的东西啊，一年时间终于出货了。这是一个粉丝定制的一个料子，出了三件货，当然还有其他的没有雕。给你们介绍这一件，非常非常的漂亮，静听的观音，胶质感满满，非常非常的美。加隆是个什么设计理念呢？让他介绍给你们听。一个料子出这么多货，你们说合适不合适？魏晨你好，这是咱们合作的一件静平光影的作品啊，料子非常的细腻通透，来跟大家近距离分享一下。静平光影这件料子纯净如水，冰润通透，光影左手持缩法印，右手持静平端坐椅连上，手臂处虚化结合，隐容于玉中，就是一种虚实结合的手法，背面做光圈，能更显这个神性。手里的净瓶呢，代表圆润无漏圆满的这个法身，瓶中甘露遍洒之时，能帮助众生解除一切苦厄和痛苦，意为佛法用甘露普遍众生，庇护佑主。谢谢。感谢飞驰的支持啊，让我们的合作越来越顺利啊，谢谢。